哎哎，这就是传说的坑吗？点难度都没有，都要到终点了。嗯，行吧。你是个啥？哎，要死的，放不了。好，回去重来。需要钥匙，我还以为需要钥匙。慢，我也有啊。直接上去是吧？哦，我上来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这不就踩炸弹吗？这炸弹轻轻松松啊！在赶鸭板那里拿钥匙啊？没事，我身上。哎，这个赶鸭板没有用哎。他们就走到那边吧。那边是什么？双子系。双子系方块。这个。哦。哦。还有这么多钥匙，赶鸭板钥匙。你哦，看到了，这里才一个呀，难道是把这些感应板全都拿上？这样子的吗？哦，真聪明，但好像还是不够哎，刚刚放错了，还是不够哎，他还是要这种钥匙，嗨嗨。这就是传说的坑吗？没事，我能回去。还有感应吗？一再回来就是了呀。又有两个感应吗？这次应该够了啊。这就是坑，点都轻轻松松。哎，哎，哎，又被关到里面了，过不去。但是没关系，咱们有神器啊，去飞呀、啊！对的，飞出。那我用走吗？根本不用的好吧？发现这样子有点落地了，我还是不用了，直接来用这个吧，直接跑了。生长也不难。不就扎两下吗？吃个东西就没事了。哎呀！别这样子。OK， 轻松通关。哎，怎么又要钥匙嘞？我好像旁边推的。哎，拿到了。哦，一点点难度。谢谢你啊。旁边有两个箱子不完整。哎，这里有这个钥匙啦。这里突然整的这个钥匙，之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钥匙？是我没找到，还是坐这里根本没有放、啊？进去吗？这个钥匙。我们有这个钥匙，已经要开空间的了。两个，哦，浪费了，好像又不够了。啊，又不够了，拿不出。一切有火进背包。没想到我选了一条正确的路啊，有点高，三巡哦，不是这一条，
无所谓的啦，哎，这样子不就过来啦？那要哎，他开始呢，空气墙，强行飞过去，应该是最后一关了。我们直接去把视觉盛宴给抽了。哎，这怎么变彩云团？不是视觉盛宴吗？差评，我是来看视觉盛宴的，不是来彩云团的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我也要给做做差评啊！说坑的嘞，一点都不坑。我金背包都让我找着了。哦，四月声音终于来啦！哇哦，好久没有看。找终点了。嘻嘻嘻嘻。星星我就不吃了吧，反正现在卡 bug，这也通不了关。我们也是到终点了啊！当当当。